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诗篇23:1-3。Thank you.
向你呼吁，带我进入你的同在，我不满足，只停留现在，带我进入你的同在，我心渴望你永恒。
起祷告。天父，是的，唯独你配得那样的荣耀，愿所有的颂赞、荣耀、权柄都归给你。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乐意将这一切的恩赐、这一切的福分赏赐给我们，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父神，我们是的，愿意再次到你面前来对你表白我们心中的意愿。我们愿意，我们进到你的同在。我们不满足于我们的现况，但是父神，请帮助我们，透过圣灵引导我们，我们愿意来顺服，我们愿意来学习长进。父神，我们心中也可想你永恒的慈爱，我们渴慕。我也愿意你的荣耀从天而降，但是父神，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想起你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是看见那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他从死里复活。我们不是看见舞台上的欢呼，因为基督你透过你的受苦受难，为我们的罪，我们所有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又为我们的义来复活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赏赐给我们这样的福分，这样的恩典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一生的日子上，我们未来或许还有30年、40年、50年，甚至70年、80年的日子，我们都愿意走在你的光明当中，帮助我。这时候也恳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安静下来，仔细的来聆听牧师所要对我们传讲的信息，帮助我们能够抓住这些信息当中，成为我们未来一个礼拜生活的力量、亮光。我们愿意学习改变，学习一天更亲近你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们这时候请起立，我们用主祷文来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羞辱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我们仍然站立，用主所教导我们的最大的诫命来告别、告白我们的信仰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也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请坐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段圣经，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0章第46到48节。我来念，请弟兄姐妹仔细来听。马可福音第10章46节，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是提买的儿子巴提买，坐在路旁。他亲近人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呢，可怜我吧。”接下来我们要请很大牧师来为我们证道，牧师所要证道的题目是：你要我做什么？很大牧师。